It's been a while since I ran into you on a street. I wonder if you moved. Hope everything is going amazing for you. And you're not feeling blue.我刚去储值我的那个 Metro 卡，上面写的也是繁体中文。然后我现在来那个 Line Store， 那上面除了韩文以外，也是写繁体中文。我现在打不开，可恶，手太干了。对吧？韩文、英文，啊，也有，好像也有简体字，对。但它后面这边是写繁体字。可爱耶，它配紫色的，但我不知道这个韩国有没有，为什么要来纽约买呢？这个超可爱，好喜欢。感觉这里的东西没有特别什么纽约的标志，把它加成在上面，纯粹只是来这边开店而已。买了 cheesecake， 我看 Google Map 大部分人都点 strawberry 的，所以我就也点了 strawberry cheesecake。然后他餐厅里面人整个爆炸多，所以我就来他旁边的 bakery 买。他现在长得有点不美观，因为太大了，被盒子挤压的。不过他从冷冻库拿出来，我已经很感动了。我本来以为他会直接拿展示。就是你看到的那个展示柜，但是它从后面的冰箱拿出来。整颗草莓。
吃白不吃草莓啊，不然以为它只是草莓果酱而已。想吃其他，我只想吃青菜。
饭店来说，真的是我觉得还 OK 啊，不会算太贵，毕竟它超大。正常来讲，那个如果当点心的话，我觉得吃不完。但如果你当一餐的话，然后你也不会怕太甜的话，就还 OK。Up from the